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r support to Cambodia and Cambodian peoples. 这样的一个签约，这是一个开始。我们真正能够希望就是说两个团体啊，我们慈济基金会跟这个 TIDA 能够携手合作，为柬埔寨的民众们提供很好的医疗服务，达到那一份身心灵我们都能够照顾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了。柬埔寨总理青年志愿医师协会与台湾慈济医疗法人两方跨国合作签署柬埔寨医疗合作与紧急援助案，除了往后的义诊互相合作，当地的病人如果医院无法医治，可以送往台湾的慈济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而柬埔寨的医师还有护理师也能到台湾受训，共同为改善当地的医疗环境帮助更多患者。